好，这个目前是，其实还蛮简单的这个啊，这个叫捉虫小目录。好，不管，录，这边进入，直接进入正题，我们就直接到这个网址的下载，好，来看一下网址，网址长这样哦，那你也可以搜寻这个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个啊，这是不会乱丢视窗，我还没有被丢错视窗，这不要烦我，走开，哎。哎、欸，不要看我这样子，下面已经养一堆。哈哈，哎呀，还爬天花板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拍不到，拍不到，算了。好，不管，就点这个下载网址吧。那就点它。好，确定，确定。这边有四六家，他跟你讲说这里面有三小。好，不管，这边就直接点下载。好，自然就会直接给你下载。然后走开，走开！哦，好多只哦！啊，就是这里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点开。啊，通常呢，这个档案会在你的下载资料夹，因此，这个叉叉这边，然后你只要，我先把它们关掉好了。关掉的方法除了右键一只删之外，右键删除，这边它有一个总的。哦，不要挡我！这个直接删除，OK，这就是等于你还没开的状态。然后，那么就，忘记是按哪一个嘞？好，假如说你不小心关掉了，关掉，你就可以去点我的文件这边的下载。哦，我刚刚看到，我已经下载过一次。好，我们就点这一个。诶，哪一个？我记得是点开要解压缩，你就右键，然后呢解压缩档案，那看你解压缩到哪里，我是解压缩到这个资料夹，所以才会在这个资料夹，就找到这个资料夹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录入资料夹，然后呢，那边有个 JR 就给它点下去，然后你就会生出一只录入了。好，开始跟你的录入玩游戏吧，好比说把它丢到墙上。这样，好的，好，结束。